因为，你让他走吧，他的心已经不是你的了。你还有我对你是最忠诚的。对不起你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放不下。放心，我不是来逼你跟我结婚的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准备离开了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，回忆可以很长久，但是心动也是一瞬间的事情。过不这么久，你也已经有自己的生活。真的要走吗？不过我的意志力不坚强，你可别求我，我马上就会答应你的。希望傅雨君，你就是傅正正。再见。你不睡觉能不能不要影响别人睡觉？嗯，说话。李小姐要回最新了。嗯，完事儿没？啊，小姐走了。哎，小姐，小姐别扔下我，小姐，小姐。咱俩接触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也算有感情，但是我这也没啥送你的。来，留个纪念，到 Z 星球找我，记住啊，再见。替我照顾好喜墨。